这是一个名叫延亭桑梓网的网站，在四川省延亭县，这个网站曾经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它以论坛的形式关注了很多发生在当地的热点事件。第一，它很早；第二，很全；第三，就暴露了很多，就最主要原因就是第三点，就它有很多就是老百姓很关注的，很吸引他们，比如说啥子单位的一些不作为啊，还就比如说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民工就是索要工资类似于这种。除了关注热点之外，这个网站还对外公开打出了舆论监督的旗号，声称要给延亭县的百姓伸张正义。注册的用户量大概好像有几十万的样子，这个县城哈是非常有名的，人人皆知，男女老幼都晓得这个网站，就到这种程度。2019年前后，延亭桑梓网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而这一切也让这个网站的创办人袁其松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延亭当地的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提起袁老大，都是名声很大，大家都知道他。资产上千万的这种，这么一个人。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袁其松就是四川省延亭县本地人，除了创办并经营延亭桑梓网之外，他还有其他很多生意，包括建筑工程、物业管理等等。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袁其松就是个成功人士。同时，由于延亭桑梓网经常关注着当地发生的一些热点社会事件，替一些求助者发声呼吁，因此呢，在一些人的眼中，袁其松还是一个正义的化身。然而，令人意外的是，2019年10月，袁其松被警方抓捕，随后被检察机关正式批准逮捕。他被指控的罪名竟然有14个之多。那么，袁其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影响广泛的本地网站是谁在秘密运作？比如说啥子单位的一些不作为啊。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有着怎样的过往？达到他这个的知名度，让他自己更加出名。重拳出击，扫黑除恶，维护城乡平安。除恶行动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0年10月16日，四川省延庆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袁其松涉黑案。他被公诉机关指控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等14项罪名。跟袁其松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另外18名同伙，他们涉及的违法犯罪事实共有45起。涉黑案当时是建国以来第一起，我们这个县是一个小县，以前从没得这类社会案件。我们院前期受理了一个多人聚众斗殴的一个暴力性犯罪案件，然后发现后面有人善后，这个影子就是袁其松，然后聚众斗殴的主要人物也是他的小弟娃儿。这是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一起涉及聚众斗殴的案件。袁其松的手下徐家军在承包一处建筑工程时，因倾倒渣土的问题和一名余姓男子发生了冲突。双方就约在那个绵延路的聚龙路口打架。在这个打架的过程中，双方就是持钢管砍刀，人数众多，反正影响也特别恶劣。有一个人是被砍伤了的，受伤了的。受伤了之后，就涉及到可能要医疗、要赔偿、要报案的这些问题。在这起案件中，袁其松前期并没有出现，
后期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双方进行了协商和赔偿。袁启松出面去找到这个人就谈赔偿，先把这个就是这个医药费给对方给了的，然后袁启松就还直接就说要求那个受害那一方不准报案，不准留在燕庭，你到其他地方去。除了聚众斗殴，开设赌场也是袁启松设计的一项重要指控。非法的、才致密的一个地下赌场，它那个资金流水又非常大，它的背后分赃的参与这个利益链有分赃的行为的也有袁启松的影子。在法庭上，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袁启松虽然并不参与赌场的日常管理，但非法获利的分配权却被他牢牢地控制着。两个公司老板之间就是牵扯的，就是经济方面民事这一块已经算解决了之后，他们就通过暴力与软暴力威胁的手段，特别是他后期的那种社会地位，就是对人家的心理一个强制，然后就是得手了那么这个几十万的这个非法利益。负责该案件的检察官指出，在很多时候袁启松都身居幕后遥控指挥，表面上虽然看不到他的身影，但在背地里获得最大利益的却往往都是他。把这几个案子所有存在的问题全部摆开了之后，就发现他背后其实就串起了一张比较复杂的关系网，他们就是一个非常符合就是我们刑法意义上的社会。那么袁启松最初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在延庆县当地的所谓影响力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司法机关也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单位的一个工人，就是等于是个工人，后头这个企业垮了过后，然后社会上乱嘛。因为抢劫被判刑，服刑就回来，就零三年回到延庆了之后，他就开始在社会上混，一直到2008年。据调查，严其松刑满释放后一直没有寻找正当的职业去做，而是跟着一帮朋友每天无所事事，混吃骗喝。直到2008年，袁启松在一次冲突中树立起了好勇斗狠的所谓威名，这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2007年那会儿，就是延庆社会，他还有很多这种社会人员，各成一股势力。一直到了2008年，就是延庆另外一个稍微也在社会上有一点名气的叫廖大虎的人，因为在电话里面骂了袁启松老婆，袁启松就找人把廖大虎整了一顿，而且弄来又该。把廖大夫给打怕了的，就是他的名气就是那儿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来的。有了所谓的威名之后，袁启松很快就意识到可以利用这种威名来谋取暴利，随后他将目光瞄准了一个垂涎已久的领域。最先应该是另外的人，就是蔡志密，他是有奖销售，最先打的牌子是有奖销售的，苦荞茶一袋袋2块钱一袋，就你可以猜字，这就是你就是啥子鸡呀鸭给你挂到个兜里头，写几句话，你只要猜对了，20倍就赔偿。袁启松以自己的影响力强行入股了几家地下赌场，并从中赚取了大量的非法利益。他自己不拿一分钱，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摊摊以后我帮你罩住。哦，我跟你哎，这两个就来这入股，这样子你赚的钱就要给他分，实际上就是一种赌博嘛。慢的，有些年就越赌越大噻。他那个非法开始赌场的那个金额是非常大的，非常吓人。他那个纯利润，所以说他就有大量的资金支撑他。他每个月就是固定要分40%-50%走。有了原始资本之后，2011年，袁启松开始涉足小区物业管理领域。但是他采用的方式是纠集闲散人员，暴力驱赶原有物业公司的人员，继而强行获得一些小区的物业管理权限。他为了抢占那个物业领域那个市场噻，他为了把另外一个老板逼起走，他当时逼迫他到那种程度，就是威胁他，就胁迫他，就威胁人家的人身安全。在此期间，袁启松利用行贿等手段，将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拉下了水，为他保驾护航，使他很快成为了当地物业市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除了正规的物业的，就是所谓的就是管理人员以及这种我们说保安啊、保洁之外，他还养了一只就是那种10几20岁的年轻小伙子，
就是夜郎安防队，然后就是负责处理他们公司的突发事件。这支所谓的夜郎安防队，事实上就是袁其松豢养的打手。相关证据显示，袁其松多次指使这些人以暴力手段去抢夺一些建筑工程项目。他们为了增强工程，就会组织大量的人去就是打架，给人家聚众斗殴。像这种暴力性案件，就是把别人打伤、砍伤了之后，他出面善后，赔了之后就要谈条件。第一，你把这个钱拿了，就走，不要留在这儿里。第二，就是说，如果有那个公安民警来找你们配合调查，你就说你不，反正就是你找各种理由说不能配合调查。随着非法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袁其松开始将触角伸向了更多的领域。2013年，他投资创办了一个名为“盐亭桑子网”的网站。我理解的是，应该就像在盐亭县城里达到这个层面的，对一个社会舆论的这种控制的这种影响度。这个网站最初创办的时候，对外的口号是要打造一个服务盐亭当地百姓的综合性生活信息发布平台。而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袁其松及其手下人员有意识地在网站上收集了一些网友发布的包含负面舆情的帖子，然后便以有偿删帖、屏蔽、转发、评论等手段相要挟，迫使帖子中提到的政府部门、企业、个人等与其合作。他们那个网站上出现了另外一个楼盘的一些负面舆情，就类似于说他的地砖不就是墙面上的砖或者是掉了，或者是他哪哈哪哈又比如说是消防又不合格，类似于这种负面舆情哈。因为他那个楼盘当时正在销售，肯定那个不管是开发商还是他们那边的就是那个房地产商的负责人，他就会很着急噻，会影响到他的销售。他们也会主动找到这个桑子网的负责人，就是袁其松或者是陈志远。袁其松也会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他就是付钱。逐渐尝到了一些甜头之后，袁其松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他不再满足于寻找网友发布的帖子，而是授意手下去专门炮制了一些虚假的帖子。就会编造一个，就是捏造一个标题嘛，然后就去找到他，然后说，哎，我跟你合作，合作对方要是如果不成功，好，你看我的网站出现了你这个楼盘的不利消息，你要不要跟我合作？对方就很懂得起了噻，就给他拿钱。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以袁其松为首的这伙人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不仅涉嫌拉拢腐蚀政府工作人员，而且频繁将黑手伸向盐亭县的各行各业，气焰十分嚣张，影响非常恶劣，已经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特征。2019年10月28日，办案人员在盐亭县的一座茶楼内将袁其松秘密抓捕。和袁其松同时落网的还有其手下的三名骨干成员，分别是徐家军、陈志远和徐勇。随后该团伙的其他成员也陆续落网。2020年12月30日，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对袁其松等19名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袁其松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犯故意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故意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60万元。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袁其松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等14项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包括徐家军在内的18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了从1年6个月到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在袁其松经营物业公司期间，为其非法提供帮助的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以袁其松为首的这伙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通过有组织的实施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行为，巧取豪夺，攫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以黑养商，以商养黑，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活秩序、经济秩序和网络舆论生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袁其松为首的这伙人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四川省宏源县，同样有一伙人跟袁其松差不多，好勇斗狠，作威作福，以为使用暴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伙人又做了些什么呢？远赴异乡经营生意，不料处处碰壁。就是跟我其实还想留在宏源的话，就喊我动点心。恋爱一场，噩梦不断，遭遇死缠烂打。你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就朝地下开了一枪。细致调查，乘胜追击，捍卫法律威严。除恶行动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他叫郑燕，今年43岁，是四川省邛崃市人。2年前，郑燕看中了阿坝州的发展商机，揣着自己多年的积蓄来到了这里。一番考察后，他选择在宏源县邛溪镇租下了门面，开了一间按摩店。那个地方人流量大，顾客也多，那么也有很多宿舍想到我这边来工作。我们都是一般都是合理安排嘛。我大概开了1年多吧，反正生意一直都在走上坡的状态。对于这次创业，郑燕有着美好的期许。正当他以为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噩梦却突然降临了。2021年4月28日晚上10点40分，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在了按摩店附近的马路边。两名男子下车后径直走进了按摩店，而走在前面的那名男子手里握着一把长约40厘米的大砍刀。当时我正在我那个店里头忙，他们两个就直接闯进来了，就开始骂我，然后用刀砍在我的左肩膀上，但是幸好当时刀子没有从刀鞘里面取出，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用脚踹我，把我踹倒了，大概前后踹了5-6分钟。不明不白就遭受了毒打，郑燕觉得非常委屈，她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然而让郑燕没想到的是，行凶的那两名男子完全不在乎，继续对他进行了言语威胁。他们威胁我说，如果我继续还想留在宏源的话，就喊我懂点事，不然的话以后还有我受的。我作为一个外地人，独自到这儿来做生意，我也觉得很恐怖很无助。警察来了之后，我就说的是算了，没得事，因为我害怕他们后头报复我，我也不敢说其他的，他们就走了。事发之后，郑燕多方打听，最终得知那个身着黑衣手持砍刀的人名叫彭措，也在宏源县经营着一家按摩店。此人觉得郑燕新开的这家店抢了他们的生意。肯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店里头的小妹儿都跑到我这儿来做事，这个就有点违背他们所说的行规了。在郑燕看来，虽然同行是冤家，但大家公平竞争就行了，诉诸暴力完全不可取。他原本还想有机会的话去找彭措理论一下，但街坊四邻告诉他，彭措这个人常年在宏源县城为非作歹，跟他理论完全不会有好的结果。反正我听说的是他们就是个恶人，手底下有很多小弟，这么多年来反正一直都是仗势欺人，打过很多人，也欺负过很多人，大家呢都害怕后头他们要遭报复，就都不敢向有关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从此以后，郑燕格外谨小慎微，尽量不去招惹彭措。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彭措完全没有要收手的意思。他们第二次找我大概是5月10号晚上，
喷车又开车过来的，一进门就在我的左胸上打了两拳，说的喊我小心点，看不弄死你。第三次是五月三十号凌晨十二点过的时候吧，他们又来了，当时来的有四个人，直接闯到我店里头来的，抓着我的领口推了我几下，其中还有个人拿出了刀在我前头晃，来威胁我。除了接连被打，郑燕还经常会接到一些陌生人打来的恐吓电话，一会儿叫嚣着让他滚出红园，一会儿提醒他过马路要小心一点。在那段时间里，郑燕从早到晚都生活在阴影里，成了惊弓之鸟。是在走投无路，郑燕最终选择了报警。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我，找我麻烦，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我不晓得该咋个办，我也不晓得接下来的路该咋个走，我生意也做不起走了，所以说我就向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进行举报。报警电话是先是打到县上，然后就是打到州上，州上的话也州公安局跟那州检察院都接到这个报案，接到报案之后，州级跟那县级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事实上，红原县公安局早就注意到了彭措的相关行径，并已经对他展开了秘密侦查。据了解，彭措是红原县琼溪镇人。1995年，彭措因犯抢劫罪，被红原县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2003年，此人再次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两次入狱的经历，并没有让此人幡然悔悟、洗心革面。重返社会后，他依然是为所欲为，肆意突破法律底线。当时就在那个酒场上认识的那个。当天晚上那些虽然是第一次认识的，但是找到我的联系方式了，就一直在打电话喊我出去耍。他叫王丹，是一家药房的员工。2016年，王丹与彭措偶然相识，彭措随后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两人很快便建立了恋人关系。可是没过多久，王丹无意中发现彭措早已结过婚了。我就当时跟他说我要分手，我自己对方就是单方就说我要分手，但是一直在骚扰我，就说喜欢我。街上碰到的时候都要把他拦到，要继续跟他保持这种不正当的关系。王丹心意已决，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继续跟彭措在一起。此时的彭措彻底撕下了平日的伪装，继续三番五次骚扰王丹，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闹剧。当时就在我们楼底下就那种就大喊大叫那种，然后从怀里面掏出来一把枪那种就对着我看上去，我妈妈就看到他那个枪的袭击，也害怕那种，就回头再求他。当时他就有些生气那种，就边吼就边往那个地上朝地下开了枪。枪声如雷，周围群众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2016年12月16日，彭措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红原县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第三次入狱服刑，此次出狱之后，彭措依然没有悔改，他迁怒于王丹，多次找到王丹索要赔偿。要么你给我赔3万块钱，要么我就去找我家人或者我自己的兄弟伙到你单位上来闹事，也让大家都晓得我们两个的这个关系，你自己也肯定就没得好日子过，你自己也在单位后头也不好混，迫于这个压力，给彭措赔了3万块钱。2017年，红原县一个姓叶的男子想开一家地下赌场，此人随后找到了彭措，希望彭措能帮他镇场，并承诺会提供一些好处费。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赚钱良机，彭措自然不肯错过，他便安排自己的手下李胜勇到赌场去维持秩序，赚取佣金。短短一个多月便获利11万元。彭措就一直没得啥子正当职业，就一直街上混起的。另外那个他那个小弟叫李胜勇，光头强，那个以前是在金川的政府上班的，一个做了一些犯法的事情就被开除了。他们两个之前是狱友，在监狱里面认识的，之后就一直跟到这个彭措在混。2019年，彭措又在红原县开了几家按摩店，从此以后，只要有其他人涉足该行业，彭措便立即横插一脚，想方设法去找对方的不痛快，逼迫对方转行。基本上80%的人都晓得这两个人，
都就是有路不敢言。2020年7月，彭措和一些手下人员来到洪源县城的一家 KTV 喝酒，喝完酒后，这伙人无故对一名路人进行了殴打。外号叫龅牙的一个人就跑到那儿去耍，彭措就觉得就看这个龅牙就有点就不顺眼，说话方式啊那些动作那些有点看不顺眼，就给这个李成勇打电话，喊他把屋头那个棒球棒给我带下来，用棒球棒就把这个龅牙就打翻到地上了。2021年5月，彭措、李胜勇等人在当地一家饭店吃饭时，以价格太贵为由殴打了饭店的老板、厨师等人。6月，彭措在开车时见道路前方的叉车行驶速度太慢，便立即拿刀冲了上去，气冲冲地把刀子拿下来跑过去准备打他，又在骂他那些辱骂他那些，当时就旁边的那些人就把他劝开了。彭措是个无正当之念好勇斗狠的一个人，纠结数名社会闲散人员，通过威胁、辱骂、殴打等暴力手段打击竞争对手，树立非法权威，扩大自己在某个区域内的影响力，严重扰乱了他人的正常生活。洪源警方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最终厘清了彭措等人涉及的寻衅滋事、组织卖淫、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一系列违法犯罪事实，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呢觉得自己在这个洪源县也有些这个臭名嘛，算是我自己呢感觉还是有一些名气，所以说呢也继续在进行这些违法犯罪的活动。2021年6月23日凌晨，侦办民警抓住机会，果断出击，将彭措驾驶的越野车团团围住。他们本来想冲，但是没给他这个机会，当时就被按了下来。不要动！不要动！跑走！是。彭措、李胜勇等骨干人员相继落网后，其他几十名团伙成员随即四散而逃。洪源警方乘胜追击，对该团伙的其他所有人员逐一进行了规劝和抓捕。对我们的审讯工作还是很有抗拒，但是我们先前收集了大量对他的犯罪证据，如果把这些证据出示到他面前啊，也通过这个有些受害人的辨认核实啊，这证据的话都充分地摆放到他面前的话，他最后他的认罪态度还是有很大的转变。2021年12月27日，四川省洪源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彭措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等罪一案。通过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彭措纠集李胜勇等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彭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其他团伙成员则分别被判处了从1年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洪源县公安局呢，历时8年，打掉了彭措为首的犯罪团伙，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洪源公安不仅有信心，更加有决心为洪源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以彭措为首的这伙人在洪源县当地作恶多年，负面影响极深。时至今日，一些受害人依然不愿提及彭措的名字，唯恐避之不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固国之本，也是安民之举。只有将社会毒瘤全部的铲除，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才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2022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正式施行。那么这部法律的出台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它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凡有组织犯罪法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扫黑除恶来制定的一个专门性的法律，所以它的意义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经验的总结啊，第二个就是法制化，第三个就是制度化。所以这一部法律对于当前我们这个深入开展扫黑除恶的这个工作啊。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和价值的。那么这个法律的亮点的话呢，它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强调了依法治理啊，扫黑除恶，它不仅要扫黑，同时要除恶。对于"恶势力"这个词，在我们以前的这个立法上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在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一些司法文件里面有规定，所以"恶势力"这个概念一直以来它都不是一个立法概念。那么，凡有组织犯罪法就第一次在立法中明确的对恶势力组织以及恶势力组织的基本特征啊，包括其中有比较大的争议的像软暴力的这种内涵。啊，都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第二个亮点的话呢，就是它突出了对这个黑恶势力的这种全方位的预防。那么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对于这个黑恶势力的这个治理啊，它是以预防为先啊为主，所以它要求有关的部门。都要在里面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从严查处，这个从严的查处在这个刑事法律治理层面上也有一些规定，比如说他对于这个缓刑啊，对一些这个非社会就是非监禁型的一些刑法的适用，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啊，要从严。从重来进行查处，在查处的程序上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包括了在一些强制措施呀、非这个刑法的执行啊一些方面，都有一些这个规定啊，体现了从严惩处。那么第三个就是针对黑社会的这个包括恶势力的一些特点啊，提出了要这个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啊，也就是打伞破网。那么这个法用了一个专门的章来规定，对于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个扫黑除恶里面的一些职责，以及他们这个对黑恶势力进行庇护将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做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规定。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针对黑社会的这个，黑恶势力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因素，专门提出要对这个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置，专门做了一章加以规定啊，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打财断血，使得他的存在没有经济的这个支撑，这几个方面。综合来看，都是紧紧地围绕黑恶势力的它的这个产生、发展、壮大，它所倚仗的一些方面，非常有针对性地来做了一些规定。相信对于推动我们国家扫黑除恶的这项工作的这个法制化、这个制度化、常态化，以及提高它的社会治理效果。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系统总结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持续提高扫黑除恶斗争的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相信也会让黑恶势力彻底丧失生存的土壤。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